来，哎，行，你这个，这个成语你念。谢谢你。哎，你干嘛？你怎么进来给一个外人吃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这就是我的。还有啊，孩子都哭了，你怎么当妈的？赶紧把你出去，去！真是的。哎，你坐那边去，在我的位置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每天上班，晚上下班回家，还要带孩子做饭做家务，可我连一口热乎的饭都吃不上。哥哥姐姐们，你们说这样的老公我还能不能要啊？来，这是证，谢谢妈。鸡蛋。哎，你吃什么鸡蛋啊？这鸡蛋我都不够吃了，你凭什么吃啊？真是的。Hello。还有。这米饭给我吃，打这么点米饭。你怎么能这样啊？什么这样啊？你这个外人配吃吗？你又不赚钱，真是的。你怎么睁眼说瞎话？我哪天没上班？哎，妈，那我吃什么呀？等着，我就给你吃好吃的。哼哼，你就等着。哼，他是我妈，怎么可能给你做好吃的？妈可是我亲生的，有好吃的都得给我。这嘴巴还真是大得吓人，别的不行，吃必须要服你。来，哎西，妈给你做了一道硬菜，谢谢妈。硬菜啊，硬菜给一个外人吃，别动，我要看一下。哎呀。果然中运的，吃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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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妈，这砖头怎么能吃啊？砖头怎么能吃？就这样吧，生啃。吃吧吃吧。哎，婆婆到底几个意思啊？怎么变卦的这么快啊？放这里感觉不安全。这豆皮是我做的。给我跟妈留一点吧。怎么给你留点了？我都不够吃呢，凭什么给你们留啊？真是的。妈养的猪都没你吃的多。我是个小姐。你别笑。啊，作业转一下眼睛吗？我老娘可真坏呀，真不愧是我亲生的，看来某人今天是没得吃了。嘿嘿，今天这豆皮拌饭还真不错，也不知道米饭够不够。烦死了。来，讲什么呢？真是的。这是啥呀？这也太好吃了啊！哎呦，我真的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再来一口。熄火了。你别笑，老公。真厉害呀，这一大盘饭都被你吃光了。这豆皮有这么好吃吗？这豆皮好吃啊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又没你的份，真是的。你真的很牛逼。吃饱了。吃饱了。吃这个。来来来，吃吃吃吃吃吃。大烧鸡，你干嘛吃火？哎，怎么有大烧鸡啊？我的，真的有大烧鸡，我的，我的，想死没想来，走，好。